OK， 都能看出来，老太太。他就烦人家吵，他汪汪汪汪汪汪。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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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这个更接近狼，这个是吧，腿特别粗。打屁股等着。走了啊。哎，看看那是你婆婆，你男朋友他妈，你老跟人喊什么？原来有个叫中央民族乐团，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就在这儿，在我右边。郭兰英以前就住过这儿，后来是分他那叫什么木樨地的房子哈，他给卖了，跑广东去了，广东又嫁人又买房子。这叫东煤厂胡同。再往前走就是这一带最窄的胡同。原来北京啊烧煤，附近有好多煤厂，这附近就有东煤厂西煤厂。再往右边就是最窄的胡同。现在好多人都弄那电动车，所以把这墙锯下一段。开，来，王开，快！老狗啊就不听话。东煤厂在过去是毡子胡同，毡子胡同是恭王府的东墙外。恭王是满族，那时候蒙古王来，连房子都不住，住的是帐篷毡房，所以守着毡子房的这边这条胡同叫毡子房。后来新中国都改名叫胡同，所以就叫毡子胡同。这个这么窄的这条小细胡同是东煤厂通往毡子胡同之间的咽喉。我的老狗不听话，我得过去再吼一嗓子。王康他谁都不听。狗这东西啊就跟小孩似的，必须家长亲自教育，别人没法教育，是吧？你说别人家狗你教育教育，别人家孩子教育教育，不可能。王开，来来，快来。来，快！谁又不听话了？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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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鬼，没事了。左拐，左拐。
这个，哎，这个。